大家好，我是何时何地何时何地，现在时间是上午的时间的9:40，我现在是在通买路和建设路交叉口往东走100米左右，碧沙港公园门口，咱们拍一下碧沙港公园。碧沙港公园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碧沙港陵园，它是冯玉祥将军纪念北伐战争建立的一个地园，老郑州叫老冯驿地，它是咱们国内来说保存比较完整、面积比较大的一个北伐将士烈士陵园。等会儿咱们进去看一下，它现在也是郑州建设路和通买路这一块的一个公园。大门就看到了这个北伐纪念碑，北伐阵亡将士永垂不朽。